这件穿的是超瘦，啊，它其实就是把大腿最肉的地方，那我整个用流苏都遮住。没错。那因为它是流苏，所以它还是可以看到你的腿部。然后旁边还这边有做一个就是开叉的部分，然后上半身是做就是比较宽的那种版型，应该说有点像那种飞鼠的版型。然后手臂这边比较缩的。其实这样比较缩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的手臂看起来就会变得比较细，你也可以打好看，哎，这样好看。对，就是比较气质女人像一点的感觉。好看哦。我觉得今年大家都很爱红色，哎，因为像今年我觉得好像很流行，就是稍微比较亮色系一点的颜色。它其实是混色，然后没有金葱，然后针织的材质，然后单穿也都完全不厚。而且你们知道，就是上半身如果你稍微穿比较宽的时候，你的下半身看起来会特别的瘦。我现在换了浅灰色的，然后我下半身换的就是包裙。你不喜欢穿细身裤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搭配包裙也是就是一个蛮好的选择。因为很多人会害怕，就是这里的肉肉比较多，就是不想露出这里的肉，然后你就可以穿这种，也是上半身稍微比较宽一点，然后下半身稍微比较包一点，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开叉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看呢，就是更有女人味。